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。我每天睡不着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我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不认识我的人，我唱歌就是这么难。我会学高尔宣啊。随Q随演，他什么都会。然后巨兽，拜托别烦我，睡。啊、观察文哦，嗯，五音不全，比较不会学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要主持校园的，其实不会紧张啦。不是我们第一次主持校园，是我们两个甚至第一次主持合体。对，反凡私底下一直鼓吹我，他就说校园真的很好玩。然后不要在乎天南地北，就是来这边感受大家的热情。然后会跟前辈稍微请教一下，因为有一次 vlog 他是讲说，就是他是主持很多场的那种，然后我们就是要稍微请教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。你不要，我的压力很大，你才我前辈吧，烦呢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通常要干嘛？通常就是现在开始，你就会等一下要签海报。OK， 先来这里就是签海报。我们也要签吗？等一下，我们真的很想笑，我没有教过别人。我真的不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再一次。好，邵文，先去拍一个拍立得，拍五张。今天拍几张？今天拍五张去。好，是。我们拍拍立得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就是需要注意底片还有就好了。哦，你说刚才要注意。好，先当这卡先这样 ，OK， 没问题，谢谢。太扯了，啊、我跟你讲，我校园主持已经应该有好几十场，这辈子都没有准备过手卡。啊、你的第一场，你太认真了啦，特地还硬 round down 然后准备手卡。这样比较好翻啊。听得出来他们在讲什么，就是假装听到啊啊啊！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看大家，那今天的名单就是没有娄俊硕啊，怎么了吗？有，他们没讲清楚是娄硕是没有。有再来，有再来，好不好？拜托别烦我。接下来一整场就下一组来宾来，非常厉害，他们从头到尾绝对会叫爆。好，因为青春活力又正活泼，然后这个团非常非常的当红。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尖叫声来欢迎 AKB48 KTP。都是男生在唱，对，我觉得女生的饶舌歌手其实真的好少见。我们现在要欢迎的是 Alison 陈景香。趁流我最好一起跳滚，等你天安稳住好去结婚。现在访了两个歌手，我跟你讲，校园有在难哦，不简单吧？因为其实我是2018年开始校园，是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表情跟样子去佩服酷炫跟孙孙。对对，因为你要接到他们的梗真的很难，因为他们的梗就是层出不穷。对，就是一句，然后怎么这样？对，然后你就要说有，我听到了。你要让他知道你注意到他。有对话感。他们虽然不是为你尖叫，可是如果你跟他互动够高，说不定就吸引到他了。然后他今天说不定就按下追踪。怎么学？来，就是、来一下。他很常这样、啊。来，
就唱起来。他是不是这样？有。然后你们叫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。然后高尔现在脸就这样，你们继续。他什么都会，然后去说，拜托别烦我，睡。哎呀哎呀，观察文啊，观察文哦，嗯，五音不全，比较不会学。要有人帮他擦汗吗？我好了，好好，你拿一个卫生纸来。好了，如果他帮他擦汗，你们应该不会拍下来吧？哦。像我对我兄弟怎么交代呢？不然给观察文擦好了。不用不用，不好意思，又看他厉害还是很急，他们是不会出去的。哇！就来吧。哦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合唱，是不是？我们平常的样子就是我们很爱唱歌。小酒窝。好，没问题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。我每天睡不着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永远爱你到老。我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不认识我的人，我唱歌就是这么难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欢迎下一位歌手了吗？没错，我们要欢迎的是张信哲。我刚刚在后台玩手机，我看到有人标那个小酒窝，真的太难听了，我傻眼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有关系，因为现在的那个录音室修音很先进。哦，我有体验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有曾经有拍过一支影片，就是我假、oh, 我当高尔宣，你假装去跟严艺格合唱，好像我爱上。你今天唱真的整个露馅，因为大家如果去点那个影片看，其实你在里面唱蛮好听的。我们等一下听本人唱，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尖叫声来欢迎严艺格。哇，就是本来是噔噔噔噔噔，然后现在是 rap， 现在是不用担心啦，你们支持阿昌就是支持苏玉啊，因为都是草屯兵啊。因为有时候、有那个台南有庙会哦、喔，你可能也遇到会苏玉，他平常也是出现在庙会界的，对，庙会界的 king。而且平常在庙会界、没有没有，我是8+9的 king， 八加九的 king， 对，一二三四加呀！谢谢。
就喝微醺，微醺他们就开玩笑的问说，哎，要不要乖乖来主持校园？然后就说我已经有点，然后我就说不要，不要请他，因为他很贵。然后乖乖就噔噔第一场，第一次有种校园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谢谢嘉豪，因为每次他就大姿势，然后我都可以靠依偎他身边，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就会很无助。我第一次看到他无助的表情。对啊，这些无助已经结束了。他说什么歌？他是谁？然后我就会说。你有觉得很感动？这是嘉豪老师，耶，谢谢你。好，你干嘛？你不主持了？没有，我退休了。不必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拜拜。